胜利了，返回基地。爸爸，你是汽车人吗？汽车人会跳舞吗？兄弟们，我们满足他的愿望吧。OK。追求完美的偶像 YYC， 才发现你的偶像 YYC 是不是把不一样的音乐学为你而生的偶像万万岁，为你平凡的偶像万万岁，痛苦和悲伤留给我自己，快乐送给最爱的你。我怎么这么好老师们好，我们是奶爸机甲战队。咦，啊，都做父亲了。哦，对，孩子都多大？哦，我家的小宝贝8岁，我是王君瑶的爸爸。我有3个孩子，我一个是，大女儿15，二女儿是9岁，第三个是儿子，是不到2岁。哎呦，老师好，我是2个女儿，大的4岁，小的1岁半。老师们好，我2个儿子，一个10岁，一个8岁。哇，这看着年纪轻轻的，儿子姑娘都满堂了啊。而且年龄也都不小了，其实15岁的还有。对，那你们平时也都穿成这样吗？就是这样的，老师，平时的话，我们4个都是机甲爱好者，都非常喜欢机甲，然后我们集结在了一起。平时的话，去给一些幼儿园，还有一些社会福利院，去做一些无偿的演出，给孩子们去做表演。你比如。像我的这个哥哥，您说无偿的，金星老师点了点头。对，我在我们那许昌县实验幼儿园里边跟他们做了好几次活动。哦，都是无偿的。这个可以有。所以这个是你们自己做的吗？对，这个都是我们手工制作的。哇，可能大家看不出来太大的这个效果，因为我们从一开始看到国外的这个视频和这个图片，国外做的确实非常厉害，然后我们就想着我们自己做出来看看什么效果，然后找那些废铜烂铁汽车零件，然后就感觉做出来它不会动，然后后来我们就找一些塑料呀、纸箱啊、泡沫之类的，我们做一下拼装一下，穿成像盔甲一样的效果，然后我们就慢慢的研究都做出来了这几套装备。这穿一下可费劲了吧？很热，老师，它不透气。我们几个已经全身已经基本上湿透了。这穿上得花多长时间啊？穿上的昨天开始穿的。一直没上过厕所。得穿上得1-20分钟最少。你们怎么想的来的达人秀了呢？是这样的，我们4个都是奶爸，然后也都有自己的梦想。其实我们最初的梦想就是用我们自己做的机甲在舞台上表演，让全国的小朋友看到，从小让他们心中都喜欢上机甲，喜欢上做机甲的科学家，从小让他们心中有一个机甲的种子，让他们学习机甲，研究机甲，将来让他们孩子们都成为一个科学家。OK， 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我觉得目的和初衷都特别好，像你们到那幼儿园里做无偿的给孩子们表演都特别好，但我觉得来到达人秀舞台来错了。也不是来错了，其实
他们应该把这个制作机甲的过程放在舞台上表演。没有，那时间太长，没那么多时间。关键是你要来机甲可以，这个东西没问题。你在舞台就呈现的东西，我觉得可能还没有相对简单了一点。太简单了，这要站在主题公园、站在幼儿园、站在街头都没问题。但达人秀舞台，我觉得是太简单了。是这样的，金星老师，我们为达人秀这个舞台准备了很长的时间，然后我们大家都是一帮有梦想的人，虽然说我们不会说话，然后都是来自于农村，能够来到这么大的舞台上给大家呈现这个表演，对于我们来说真的非常的幸福。因为我们制作这个家里人都不支持，朋友亲戚村里边人都说你制作这个东西有啥用，没有什么用，都被人支持，被人嘲笑。我们就是想证明给大家，证明和亲戚朋友，我们制作机甲能上这么大的舞台，然后我们就感觉全你们自己花钱吗？对，这都是我们自己几个人花点钱买一些零配件，然后找一些东西制作。你们是您的工作是什么？我的工作？对，农民。农民，四位都是吗？对。是的，我是一名销售员。您呢？我是电焊工。电焊工，这位小伙这边的爸爸呢？话筒给他。我也是农民。也是农民啊。我想问问，有一个奶爸穿红色战袍的奶爸，为什么你有点激动呢？你想说什么？这次来我们的目的主要是我们的队长，这个是我们的队长，王明，就是因为他。我们三个奶爸家的孩子都看过我们这个机甲穿过表演，我们家的孩子都特别喜欢，唯独我们队长他们家的孩子从来没见过。为什么？我感觉就是我的疏忽，然后一直平时给其他的小朋友做表演，唯独没有给自己的孩子做过表演。有一天我的儿子在我面前说，爸爸你什么时候能给我表演，我答应了他好多次我没做到。他说我每次给我学校的小朋友说你是变形金刚，你是超级英雄，他们都不相信。听完孩子说完这句话以后，心里边特别的触动，感觉自己特别的愧疚。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，我的兄弟们陪着我一起来了，也是完成我们的一个梦想，也是完成孩子的梦想。我就想为了我儿子争口气，我就想说，儿子你爸爸就是一名超级英雄。奶爸之所以，虽然说今天你的表演非常的这个简单，但是给孩子们看，孩子们还是，我相信孩子们一定是满意的，孩子们会觉得你们的这个表演非常的有趣。就像刚才他喊酷毙了，太帅了，太酷了。其实我们做父亲的人都应该知道，在儿女的心中，我们的爸爸就是他们心中的榜样和英雄。所以我觉得四位奶爸，虽然说你们都在农村，条件都没有那么好，但是仍然付出了精力，仍然也付出了这么多。因为我觉得做这身行头，我觉得也是很不容易的。我觉得就是因为你们心中有儿子有小朋友，希望用这样的形式给孩子们带去力量，给孩子们带去榜样的作用。我觉得这一点我特别能够感同身受啊！所以父亲装成这样的机甲人啊，就是要让孩子感受到男子汉的力量，感受到一种面对人生的困苦要去正义的去打拼，最后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。就通过这样的一种表演，实际上是传递给孩子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精神价值啊！而且孩子们就爱看这样的表演，我都想哪天穿上这身给我儿子给表演一下，咔咔咔咔，我觉得他会觉得，尤其小男孩看了之后会觉得爸爸老棒老棒了，爸爸真是英雄。所以刚才这位父亲的心声，我特别的能够理解。没错，他们站在这儿肯定也非常辛苦，所以说我们就。但我觉得今天他们的梦想真的实现了。对，孩子们看到了你们在中国最棒的达人秀的舞台上表演，然后通过这一刻，全中国的多少孩子都会看到有四位叔叔扮成这个机甲部队的战士，给了他们的表演。我觉得真的这是一个
你们生活当中的，我相信是一个莫大的惊喜啊！好，祝贺你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到了该让我们做出艰难的决定的时候了，那么蔡老师，看到你们的表演，我感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父亲就是对孩子毫无保留的爱。虽然今天的表演很简单，但是父爱伟大，我的决定是 yes。 谢谢老师。杨幂，谢谢四位奶爸流着汗拼了命站在舞台上的表演，为了你们的孩子成为他们心中的英雄，所以我的决定是 yes。 谢谢老师。咦，我稍微有点小纠结，按照达人秀的舞台上表演水准不够达人秀的标准，但是你们四位来自乡村，你们在儿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做了一个完整的父亲，塑造了一个达人的形象，从你们塑造制造而且给孩子们的承诺，这一点比上任何一个舞台拿到任何一个几个 yes 都重要，因为你们影响了整个四个孩子的健康成长，在孩子的心目当中父亲是什么样子的。而且通过这个达人秀的舞台，节目不重要，你们给所有电视机外边全天下的中国做父亲的男人做了个榜样，所以你们在做父亲这个角色上你们已经达到了达人的标准，我的决定是 yes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二舅没啥用了。二舅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暗示？这个现在已经三个 yes 了，按说你们就可以通过了，但是我的这一票也尤为重要。确实，这个我的意见跟我金姨的就看法是完全一致。我是觉得这个作为节目相对简单，你们的制作过程可能更能体现你们的达人精神啊。但是你们的勇气，为了孩子的这种真正的做爸爸的这种付出，我觉得值得我们给四个 yes。 所以说我的决定，我发现你啊，这个蒙着头的时候你那个就充满了挑逗，这个动作就非常之浮夸，完了之后你对你是性格比较跳的哈。好，我的决定是 yes。 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恭喜你们成功了。